梦记与解读。梦令记录。场景：唱歌比赛。我跟伙伴们组队进行唱歌比赛，我们本来人很多，结果这次只有四个人参加，两人组一队。第一队伙伴们唱完一曲，我跟一个朋友是第二队。我心里感觉我俩唱的是李翊君的《雨蝶》，但唱的时候却又是《还珠格格》另一个主题曲《动力火车》的《当》。这是清醒以后才发现的，梦里就认为唱的是《雨蝶》，前面有啊的副歌部分。我俩开唱，最开始我扯着嗓子唱，不会用气息唱歌，我朋友无奈地跟我的音走。唱完啊，我发现我没开伴奏，我问朋友，咱俩要清唱啊，他说随你啊，我说还是开伴奏吧，于是把伴奏打开了。我找了一下用气息发声的感觉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开唱正歌第一句，梦就到此为止了。梦中我还在想，等下次我家女儿们去上声乐课，我也要跟着好好学习，回来好好练习用气息发声，我得学会唱歌。细语，你写一篇关于雨蝶歌词和当歌词含义对比的文字给我看看。心陶醉，被爱的感觉。
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不能和你分手。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化，当花草树木全都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化，当花草树木全都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细语，语叠歌词的时态是未来时，而当歌词的时态是持续的现在进行时。你上台本是来演唱爱的，演唱本身是频率的散播。你准备经历与展现的是语叠版的爱，可是当下的你更成熟了，你讴歌的是当下的爱，是没有因果律掺杂的爱，是一种恒定的稳定状态。你有一个合唱者就在你的身边，你们是第二组演唱者，这个点很有意思，这说明你观摩了前一组人怎么演唱。爱到心破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相遇太美，就算流干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
这是飞蛾扑火的爱，没有结果也心甘情愿，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。当山坡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不能和你分手。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这是羁绊千年的爱，物转星移，至死不渝。我想你飞，你温柔的坠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累。这是近乎自残的异地恋奔现，一路耗损也在所不惜。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化，当花草树木全都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这是在海枯石烂的永恒中保持一种稳定的坚贞。我想你追，风温柔的吹，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，爱是那么累，我心陶醉，被爱的感觉。这里包含着被有怨拒绝后的有悔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不自信、单相思的人，在奔向的路上憧憬着美好，但又很不自信是否能得偿所愿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这个格局就要大很多了，洒脱奔放，不羁欢快。两首歌的对比表明了你的内在意识有了显著的质的提升，你的人生主体是爱而不再是被爱，而且你把爱不再设定为必须对等交换，而是我爱你与你何干的无住相、无实现、无止境的爱，在永恒的当下里。那么下边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请你说说爱到底是什么，或者说怎么就让自己或他人感受到了这爱的进行时呢？好吧，不管怎样，这依然是个命题作文。爱到底是什么？答案是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如何描述它，但我体验到它了，而且我仍在体验爱的路上。细语点评：爱在感受上是心头的温暖，喉间的哽咽，眼眶里的湿润。在被呵护、被关注、被回应的过程中，不同自我间展开了彼此的滋养，相互传递与共振出生命的能量。这份感动温暖了彼此的心灵，滋润了心田。爱体现在相互陪伴着走过生命的历程，达成彼此的成就，回首时了无遗憾，充满感动与感恩，感谢有你相伴此生。这就是我理解的爱。细语资料发布平台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
请见图示细语社说明。